是你吗？微影飘散太虚幻，落魄中万变眼神瞬息间。Hello， 我是卡洛斯。前天我的罐子卖了两天了，今天我一定要跟你来解化。好吧好吧，我真的来解化了，因为这一首歌真的有一个话在里面，而它的名字叫花信，是个电影话题的主题歌。大家如果对中国文学都有一点认识，应该都知道这个古书聊斋志异，这个在现代来说啊，应该是个恐怖小说了吧。但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也不觉得怎么恐怖，可能因为它是文言文吧，很多地方都看不明白。好像这个倩女幽魂就那么这一段两段，而你们说的就是整个故事，而电影人却能够把它铺写成一个电影，甚至是一个电视剧，他们的创作力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电影画皮啊，也不是原来聊斋志异的故事，里面演出的有周星啊，也有价位啊，非常好看啊。而它里面的主题歌这个花信，作曲的原来是一个日本人藤原玉郎啊，原来词是陈孝琪写的，演唱的是张靓颖。他这个歌我原来听的有两个版本，那你一起看一看吧。这个是现场的，这个标音标的很高啊，哇，太厉害了。不好意思，这样的标音我自己不太喜欢啊，我觉得太过玄机了。听音乐喜欢平淡一些的，这样的海泉音我觉得只是展示自己的一个声音那个特性的一个方法而已。而另外一个是卡拉 OK 的版，虽然它后面也有一点标音的地方，但是前奏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因为是个大提琴的独奏，当然在中间也有部分是有一些标音的，这个我也不喜欢的。但是旋律方面我是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很脱俗啊，飘逸的感觉，可能不怎么像鬼，更像有点仙气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正在努力把它原来的歌词改编成了粤语。它原来歌词是这样的：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观摩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看到这蛊惑，在我们粤语可能不说蛊惑，我们更喜欢说美望。我们这么说这个小善那五雷镜啊，买得个弯弯淡淡呢，所以我希望第一段歌词是用美望来做结尾的。可是因为这个美望望是一个物声，音符不太长，还是可以的。但是前面的几句有些音符比较长，我可能要用另外一些韵。是你吗？魅影飘散太迷幻，落魄中万变眼神瞬息间，风轻吹酒已醒，爱是似诗又如画，问你心莫非竟已被迷幻。太迷幻，瞬息间幻跟间的缘，风轻吹酒已醒之后，我用了这个画画的画，在广东话就是娃娃娃，但是这里是用语娃，就是第六声。爱是似诗又如画，跟后面的迷娃是个相似的韵。爱是似诗又如画，问你心莫非竟已被迷娃。好像一段里面有很多韵，但是晚干瓦瓦韵是肯定不同的，
但是是类似的，那这样做也是非常的工整。我今天填好之后，我会告给一只女鬼啊，这个八燕鬼阿印，把它唱出来。你要听这个歌的完整版，明天一定要来看哦。好了，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我是卡洛斯，喜欢我的视频的，请你关注、点赞及转发，再见。